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中国在美国的700家上市公司将全军覆没，因为美国要开始对他们各方面的查税，那个这个，反正最后肯定查出一大堆毛病，然后就把它企业没收了，钱没了。1万亿呢？1万亿市值呢？这个还不算那个债券哈，最后反正所有的钱都成美国的，什么债券、什么中资公司，全部都成了美国的。其他的国家也会跟上。五眼联盟是毫不犹豫，不要看新西兰和加拿大还没动静，都在做呢。只不过他们低调，小土豆的较真呢，然后被动的跟动。然后美国是比较高调点，和澳洲是紧跟那个。尤其是俄罗斯现在是毫不犹豫的站队美国，他说了他要查，昨天我说了他要查那个病毒合成的，那大家都知道病毒合成谁，他一定能查到，他说这个话他肯定他能查到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俄罗斯他不是谁的盟友，谁的都不是，这个毒蘑菇是给谁给钱他叫谁爹，他权衡了一下，他不可能跟中国成为盟友，为什么呢？全球都在围殴中国，他怎么可能去抱中国大腿？你把中国那个国家的钱都给他，都要受不了他，因为他是个白眼狼。然后他肯定抱美国，美国的利益更大一些，美国还能放他一马，这次把集中精力对付 CCP 了。然后这段时间我跟你说，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哈。也是，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出一些方案，甚至这次是趁着这个，现在你中国放一些这个5毛粉红在外边，说是美国放的毒，把美国非常非常恼火。你不是说我放的毒吗？我现在就找你麻烦，我不，反正也查不清楚，他们怎么弄？就是说，你隐瞒疫情，我就因为这一点儿，你耽误了，你没告诉我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最早是先告诉美国，所以美国撤侨。他就说你耽误了，你没有及时告诉他啊，对不起，我就让因这个我没有做好准备，我就损失。然后还有一个卖人家的假的那个物资那个，都得负责任。你说哎，那是企业的，不跟国家没关系。哦，对不起啊，你大家都清楚，你国家要检验的，你出口你要经过海关的，对不对？你一道道关卡是你不好你还放过去，所以你也有责任啊，监管的责任。所以没有话可以说的。现在刷无赖已经没用了，然后我觉得那些5毛粉红和流血渣真的应该快回去。所以全世界现在都招那个他们的公民回国，是肯定原因的，你该回国，因为在海外也不会有人给你们钱，然后就要回你的祖国去，与祖国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啊，不能爱着国又跑到外边想拿民族自己的护照，是这不对啊，是吧？祖国需要你们的时候应该回去。再一个，如果说能给祖国拉更多的仇恨数，还是不说的吧，对不对？最后连5毛也拿不到两毛，250分了，是吧？也不好。不过病毒长留人间，我们要做长期打算。未来不敢握手，不敢拥抱，不敢乱亲吻，更不敢，有些人更不敢乱打炮的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谁有病毒给你挂了，看看吧。我们现在都做了长期的计划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房客昨天帮我。我们就地取材，因为家里没东西了，我们只能用一些旧的东西把它对付成一个不是很漂亮的那个 vegetable garden， 我们准备种菜。冬天啊，快现在马上就秋，现在秋天了，我们要种什么菜？我们要种那个圆葱了，什么生菜这种菜，因为别的菜也种不了。好，上帝祝福你们。过两天会有大新闻，爆炸性的，我的天哪！就像郭文贵当时爆料一样，全球都炸了。过两天会有这样新闻，但是我不敢先报，我得让别人先报。我的这个点击量这么少，我怕吓着他们。好的，谢谢观看，不要忘记订阅啊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。上帝祝福那正直、善良、爱真理的人。上帝保守所有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角落、任何一个种族、肤色，爱上帝的人。上帝祝福你们。